心魔在心，如何让佛战胜心魔？佛常在心，一切从善。如有人待我，如何让其从善弃我？这个问题，我们最近讲的《十善业道经》呢，就是给你解释这个问题。佛跟魔是一，不是二。觉悟了啊，魔就成佛了；迷惑了，佛就变成魔了。所以一念觉悟就是佛在心，一念迷惑就是魔在心。佛教导我们要常常觉悟，这个话说起来呢很笼统啊，具体落实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在说。一念为自己，为自私自利，就是魔，这个心就是魔。念头转过来，为社会，为众生，这个心就是佛。啊，所以怎样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？这一点呢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人能够念头转过来了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能够断恶向善。